覺得好激動啦，因為其實我仲係一個中四嘅學生，咁我頭先全部今日對嗰啲對手全部都係中六嘅，咁我可以挑戰成功到中六嘅學生，我係比更加激動。今日狀態比平時嘅狀態係唔好嘅，可能因為前幾場打完嗰個八強四強都激烈啦，咁可能體能狀況有啲下降，咁去到決賽就成個人已經好攰好攰好攰，但係最後都係咁頂翻嚟，都係聽教練嘅指導啦，同埋有時可能要換下波啊咁樣停一停，唔好俾自己諗下下一球應該點打咁樣，希望都係幫學校攞下好成績咁樣，我自己又可以可能多啲人認識我咯。